我现在就在道具商店旁边。哎呀，你好啊！哎，你好！哎呦，见着你跟见着亲人似的，太好了。你是个，你怎么一见我就跪了呢？我要在你这儿买一个能静止女猎人的道具。这俩都能静止。这个长得像海螺的大宝贝，只要在女猎人面前吹响，它就会暂时停止行动。这个号称闪光枪的宝贝，一旦发射就能闪瞎女猎人的双眼，让她完全停止行动。来，我给您钱啊，海螺啊。我知道道具商店的话，我就可以不用去吧，我可以打快递啊。这位先生，这是我们的外卖电话，您等会儿有任何的困难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送快递。喂，你好，文品会专卖。这好使的道具是哪一款道具啊？我们新推出了对付女猎人的专用道具，有海螺和西装枪。海螺是吗？好的好的，那我马上为您进行派送。您的快递。哎，是这样的，海螺，我拿了最大的。来了，您看到女猎人以后，您就可以对她吹海螺，然后她就会被瞬间静止。好了，女人都喜欢听好听的。头一回用道具，有一种不怕虎的感觉。人呢，要找她的时候她就不来了。